当我的老板穿得太像清洁工。干嘛呢，季总？啊，刚不小心把垃圾弄洒了，你帮我拿个扫把过来吧。好嘞，季总这儿也有。滚！谢谢哥们儿啊。不是，这是谁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帅哥，谁来的呀？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啊？哟，咱公司什么时候换新工作服了？你先忙着，我去前面看看。季总，你认识他呀？我不认识啊。走吧，咱回公司吧。哎，你好，能帮忙扫一下吗？不是，为什么让我扫？哎呀，你就当做好事了。不好意思，袋子漏了，所以。没事，应该的。哦，对了，这给你，刘翔。What？什么人呢？这都是。Later。哎，你好，能帮我开下盖子吗？谢谢。来，垃圾放这儿了啊。啊，好。然后事情就发展成了这样子，并且一发不可收拾。他越干越来劲，根本停不下来。你生我可累死我了。辛苦了，季总。哥，你怎么了，哥？我不破产了。我对不起你啊！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去看看，你等着我哈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谁让你在这吃东西的？我吃东西咋了？上班时间不准吃东西。我上班想干嘛就干嘛。发生什么了？哎，跟你说明白，这是我们一起实现的。讲，你别说，我还公司老板呢，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多疼！上班时间吃东西算了，还不好意思，我还你跟他解释解释，不是、啊。拜拜。